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声音迷离、人更加迷离的小莫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国王为了让王后怀孕，最后和水怪同归于尽的电影《故事的故事》。电影中，这个国家的王后很想要个孩子，然而自己却没有生育能力。后来，一个巫师向她推荐了一个偏方，就是他们那里的河中有一个水怪，只要吃了水怪的心脏，就可以怀上孩子。心疼妻子的国王甘愿自己下水去捕捉水怪，最后虽然杀了水怪，但国王还是负伤而死。求子心切的王后丝毫没有关心丈夫的生死，路过丈夫的遗体时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而是立马拿着心脏煮偏方去了。后来吃了心脏的王后果然生下了一个孩子大白，而受到药气感染的女仆也生了一个孩子小白。这两个孩子长得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双胞胎。因为年龄相仿，大白和小白从小一起长大，王后却不愿意，她想让儿子只跟自己玩。后来王后以地位相差悬殊为由禁止他们见面，甚至还想谋杀小白。虽然最后王后没有得逞，但小白母子俩还是被驱赶出国了。离开时，小白告诉大白，如果大树流出的是清澈的水，那么证明我很安全，如果流出的水变得浑浊，那么就证明我有难了。小白离去后的某一天，大白从大树那看到有血水涌出，大白知道小白有难了，就连忙出去寻找他。王后看到儿子不见了，就以为他是离家出走，于是就连忙派大军出去寻找，可是始终也没有找到。而大白这边，他在一个山洞中找到了小白。突然这时出现一个飞怪要来咬小白，大白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小白的前面，飞怪停止了攻击，用慈祥的眼神凝视着大白。大白随后拔出宝剑刺中他，飞怪倒地而死。他们俩看到飞怪倒地后飞快地逃出了洞穴，而走后这个飞怪慢慢现出了原形，他就是王后。原来在大白走后，王后一直找不到他，于是就去求助那个巫师。那个巫师把他变成了飞怪，还助他找到了儿子。王后想要儿子一直待在自己的身边，于是就想趁机杀了小白，但最后一切都没有按他想象的出演。电影结束了。最后问大家一个小问题，大家在评论里打 WXN， 让小莫看看你们打出的都是什么，看看有没有表白小莫的。好了，小莫终于要下班了。